今年八月，美国堪萨斯城地区发展委员会报道，一家名为天奈科技美国公司的中资企业，准备在美国堪萨斯州投资一座占地33万3千平方英尺的工厂。不过，天奈美国的厂房选址引发担忧，因为它距离美国陆军军事驻地里文沃斯堡仅约57公里，同时距离美国 B-2 幽灵逆踪战略轰炸机基地怀特曼空军基地也只有114公里。此外，天奈美国的全资母公司中国江苏天奈科技还承接了多项中共的国家高新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We know that Chinese parties buying land near sensitive military facilities. So until we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no Chinese national should own any l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表示，让中共或其附属实体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土地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美国人可以在中国购买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吗？当然，答案是不可以。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麒麟综合报道。